两个愿望讲出来。一个除了明天不用上学跟考试，明天本来就不用上学。哈哈哈我永远都没有。两个愿望。你希望什么？我希望我很不知道我要许什么，永远都不要上学。讲一个叫谁？谁要谁呢？爸爸早点上滴滴。对对。耶！妈妈。刚才我在点蜡烛的时候，钟凯宇说：“他到底是一岁还是两岁？”今天这是今天最后一个笑话，真的很可爱。要吃巧克力也可以来、啊。我要吃巧克力，每天都吃。我不可以，还没变吗？好、哦，来一个，这个来一个，你去哪吃的？这是去永康的黄鸿市场买的。你不要把这个吃掉就好。哎，这个好玩的，这个蛮好吃的。先把烟，对，那放你。哦，那你去拿。哎呀，三个，来，让我跟你讲，三个。